好，它要化成这个，啊，这个我把它化成，知道？这是三的平方嘛？啊，七分之一，知道？这是七的负一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二拿出来是二分之一嘛？啊，负二拿出来是在那个分子负一，包括哈，以三为底七的对数，所以这一减是二分之一，包括以三为底七的对数，那、啊、这个呢？这是七的平方嘛？啊，这是三的呢，负一啊。哇，这是三的呢，二次方。好，那你把它弄出来以后，这个这二拿出来就约掉了，这是 log 哈，以七为底三的对数。那这负一拿出来是负一嘛？就加多少呢？二拿出二分之一，二分之负一 log 哈，以七为底哈三的对数。这样子，啊，好，那这样子以后呢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减这个是二分之一嘛，二分之一哈 log 以三为底七的对数，那、啊、再乘以多少？乘以这是一嘛，一减二分之一，这是二分之一 log 呢，以七为底三的对数，啊，这两个哈、哦、刚好是导数的，哦，这个哈、哦，跟这个刚好是导数嘛，这是四分之一的。把这两个约掉，所以是四分之一。